乡亲碰亲人，回去路上车还坏了，只能在附近找个地方住下。哎呦我操了，这个腿都给我走细了。哎，咋的了？是不是想偷看我这张俊脸？放屁！说你找好自己的位置。啊？不是，我位置不就是在这儿吗？我还能去哪儿啊？你还想？你干什么？滚地上睡去！我那地上又埋了又凉，你让我怎么睡？我管你啊！哎，你还比我大呢，你是不是应该给我照顾照顾我呀？哎！你干什么？我睡这儿还不行啊？你起来呗，我想洗个澡，我身上都黏了。啊？不是，你搁这考验我呢？这可咋睡呀、啊？翻个身都费劲。你睡了吗？咋了？想明白了？小富婆呀？你在狗遛什么？啊，我手术啊，你们撑一撑。哎，那个你冷不冷？要不我没叫保洁啊。哎呀，你走错了。你怎么不看我？哦，我看呢。空调好像有点冷。啊？空调没开。啊？那可能是。好像是有点冷。